明白没？明白吗？以后开始没，以后没出去，没让你不出去。名字已经好几天不出门了。啊，他依然不理。我明明一直在屋里待着，好几天不出门了。好吧。谁吐的？这是，是不是老大吐的？老大是你吐的啊？就老大愿意吐，老大消化不好，喝水不能太急。多玩游戏，顺便带货，慢慢人流量多点。我跟你说啊，家人们，现在如果想要人流量多一点的话，家人们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啊，家人们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咱回老房子。啊，你听没，家人们？如果现在想让人流量多一点的话，就是咱们每天都带咱家这些孩子们上老房子里边直播几天，我估计人流量就容易上来啊，因为咱直播间好多人都知道咱们在老房子里那些片段啊，家们，就说现在在外边吧，家们，外边再好，你整的再华丽，家们啊，就是直播节目再多，它都不如说老房子那个背景啊，对。现在一旦家人们啊，我现在如果在老房子里边直播的话，肯定能上流量，家人们，你信不信？啊，因为咱们在老房子里边直播那个气氛，在外边找不着。啊，老房子最经典，对呀，老房子里边那个卫生间，家人们，哎，老房子里边这个我四哥总挨揍的那个柜儿旁边，是不是？老房子里面那个沙发。说家们，咱们在老房子里边直播玩游戏，那些片段，家们，啊，是不是没内容也不行？不是，家们回老房子里边，家们就原先，你信不信？家们就咱回老房子，三爷爹原先那些段子，我再重新翻拍一遍，它一样好，一样好看，一样有人看，啊，因为老爷总也不拍段子，流量就少了。可能也跟这个也有关系，家们啊，也有关系啊。那你都知道就不能回去吗？那房子现在回不去，家们啊，那房现在回不去，那房现在租出去了，知道吧？明年就不租了啊，家们，明年那房子就不租了啊，租出去了。哎，房子也没装修，
也没装修，就那样将就就租出去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明天咱就不租了，咱回老房子，没事就回老房子多直播，多拍段子，还拍原型那段子，啊，确实经典，是不是？你是谁主播呢？你是谁主播呢？我是谁？我是小迷糊他姥爷，我四哥他姥爷，应该多拍段子上热门，以前段子总上热门，现在别在直播间里边人也少了，别人的直播间人也少了。哎呀，三兄弟，整完这段时间，家们啊，我就开始多拍段子啊，家们，多拍段子，多拍 seven 的段子，玩游戏吧，行不行？啊，玩游戏，咱们先玩，什么游戏呢，家们？咱们先玩那个，看谁吃的快吧，行不行？我觉得听着不像你的主播，不好意思，你得多长时间不看咱直播了？四哥，老四啊，四哥一加一等于几？四哥，啊，是不是还是原先那个声音？啊，还是原先那个三元爹特别能喊的那个声音？四哥呀，我给你喊一遍啊，我让我四哥，谁吧？谁吧呢？seven 过来来 seven 走，滚走走回家，三兄弟的三兄弟的，三回来，三兄弟来接，三吧，不愿意我接你，老四出来，老四，啊，原先三兄弟是什么声音？啊，回家你也回家回家。老四坐来，老四来，老四过来来。原先啊，他姥爷的声音，哎，快石榴，哎呀，怎么一家三口都出来呢？石榴，你进去，石榴进，哎，石榴很听话啊，啊。老四啊，你他妈爹，你真的，老四，你就喜欢这个圈是不是？啊，就他妈喜欢这个圈，这个圈里有啥呀？老四啊，老四来问你个问题，老四。啊，先把圈放着啊！老师来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几呀、啊？老师，哎，家们，我怎么感觉老师跟原先小时候长得不一样了呢？有没有感觉，家们？我觉得现在的老师跟原先咱们在老房子里边老师长得不一样，老师成熟了。啊，老师，老爷问你啊，一加一等于几？四哥，啊，你瞅你儿子。哎呀，变化真快，我四个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老四说那他妈当然了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儿呢，你瞅我现在儿子长多大了，老四来问你，哪个是你儿子，老师哪个是你儿子，你摸摸你儿子头，哎呀你儿子啊，你儿子随便摸呀，老四啊，随便摸呀，这给你儿子脑瓜给葫芦的啊啊，老四你摸你儿子，哎呀这大儿子，大儿子真帅，老四你儿子跟你长一点都不像，老四你儿子跟你长一点都不像，老四啊，真不像，你说你瞅我干啥，真不像，怎么瞅着像吗？啊，你这色儿也不一样啊，是亲生儿子吗？啥也不一样啊，不稀稀了吧？啊，老四，你儿子脚坏了，你多摸摸他，掀掀他啊，他脚坏了，老四啊啊，摸摸大儿子啊，哎，家们，你们发现发现，老四其实跟小明关系现在已经非常好了啊，家他俩好长时间不打仗了，他俩都多长时间不打仗了？哎，我怎么感觉好像自从杭州回来之后，家们，为什么我感觉老四和小迷糊他们俩自从杭州回来之后，好像就不打仗了呢？啊，是不是？父子俩关系现在很好了，原先总干架，啊，家们，你信不信？我如果现在让老四，我说老四回家，老四肯定会叼起这个圈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，家们？老四肯定会叼起这个圈。
啊，迷糊还没好呢，还带着圈呢，没好利索呢啊！哎，看着啊，家人们，我让迷糊，我让老四回去啊，再摸一次，再摸一次啊！老四，摸你儿子，摸摸，摸头，摸头，摸脑瓜子。啊！哎呀，这给扒拉的，迷糊你不生气呀？这要我，家人们，这要是我扒拉，迷糊就生气了，看着啊。啥声儿？明说听啥？啥？生气了吧？老四摸的，老四，让你爹摸，让你爹摸你，啊，你爹摸你不生气吧？啊？老四抽烟，老四，老四回笼子去，回去，回去，老四，回去，我回去，回去，回老四，快回去！你看看，家人们，我没猜错吧？啊？你爹呀，你爹呀，你爹就跟个小孩似的，迷糊。啊，你爹就跟个小孩似的，永远都长不大。老四啊，你永远都长不大，老四啊，啊，四哥不忘事儿，啥玩意儿都惦记这个圈儿，就愿意玩儿。我四哥就愿意玩游戏，家们就愿意玩这小圈儿啊，可稀罕了啊，也不让别人碰这小破圈，也不让别人碰啊啊，出来啦，四哥出来啦，你要把圈给老爷呀。啊，迷糊又怎么的了？四哥绝世可爱，拿来老四，把圈给来拿来，老四肯定给我啊。这个圈儿，家老四跟小迷糊的他俩唯一的区别，老四性格好，小迷糊性格不好。小迷糊性格随谁？小迷糊性格随他，随塞文啊，家人们一点不随小迷糊啊。你看我家们啊，这个圈老四、啊、来把圈拿走了，你能生气吗？老四啊。老四，男能生气吗？啊，不生气，你看见没？不生气啊！我把这个圈给你儿子行不行？老四，给你儿子去，行不行？啊，那行不？给你儿子，啥意思啊？这怎么给摁住了呢？啊？这怎么给摁住了呢？不让给呀？不给啊？你不给吧，家们啊？你爹也抠啊！我给拿个迷糊啊，拿迷糊啊，迷糊给你吧，迷圈好了，家人们，我给迷糊了。你说，老四，哎，你说老四能把圈拿走吗？小迷糊啥都明白，小迷糊也不敢要。迷糊把圈给老爷，迷糊。别来，给老爷。好了，三位，好了，好了，三位，都喜欢这个圈儿，就爱玩圈儿。拿来，哎呀，给老爷，我操，给你爹玩儿，行了。哎呀，怪我了。啊，行了，三万别叫了。三万也不给圈，家人们，三万也不给圈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，咱们家大袋狗粮现在有活动，169，家人们啊，大袋狗粮169米，有需要狗粮的下方小红书可以拍一下，家人们，169米啊，想囤粮的冻干5瓶粮，家人们啊。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的啊，老爷管迷糊要圈不如老四自己要啊，老四回去，老四回去，你看他想拿圈，你看了啊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，老四回去，回笼子去，他也怕迷糊，家人看他也怕迷糊啊，三幺咋不出来一起玩，出来一起玩吧，出来一起玩吧，三幺老大和老四他俩愿意抢东西，嗯，
你看抢不过了，谁都抢不过老大，谁都玩不过老大，谁都抢不过老大这个圈儿。你看，嗯，都来了，都来抢圈了。来，咱们玩游戏，家们啊，咱们玩那个吃零食的啊，看谁吃的快，行不行？家们，好长时间不玩了，咱们玩一个看谁吃的快 ，OK 不？啊？什么时候有小狗哥？咱家狗子基本就不下小狗了，家们啊，除了腐妞，除了腐妞呢？腐妞上次什么时候生的？腐妞的话是过年期间生的吧，家们？什么时候生的来？去年的时候生的，是不，家们？去年11月份的时候生的啊。如果腐妞想让腐妞生宝宝的话，家们也得是今年、明年年初了才能生宝宝啊。腐妞的话，如果再生的话，也让只让她生最后一次了，我也不让她生了，家们啊，我也不让腐妞生了啊。我现在再生一窝跟老四的孩子就拉倒了，就给腐妞给做绝育了，不让她生了。啊，我想买小狗，买小狗，我这没有，家们，你们上我亲家那块买狗去。我亲家那块有狗啊，妥妥先生那块有狗，咱这没有狗啊，家们，他家狗比较靠谱啊，家们。腐妞这笼子咋绑的这么结实呢？因为腐妞笼让腐妞干坏了，腐妞笼子让腐妞干坏了，家，你看看，我给你看，家们，正常这个笼子，正常的笼子，家们都是一横一横，你看家们这个横一横有横档的。腐妞吧，家们天天这么摁着，天天摁，把这几排都给摁掉了，家们啊！如果不给他绑东西的话，这个小迷糊的门，生就不留，再生一窝一定要留个小狗。再生一窝的话，家们，这回吧，这回咱如果让腐妞生孩子的话，咱们一定要谨慎一点。啊，家们一定要谨慎，让腐妞生孩子啊！咱这回如果咱让腐妞生的话，家们，咱肯定是留的，知道吗？但是咱们必须得谨慎啊，不能说让腐妞生就让腐妞生了啊，家们啊！咱这回的话肯定是留一个，家们啊，留我感觉咱应该留一个，留个老六，家们，咱这回又留的话也不留老四了啊，咱再留的话留个老六，不管老六是公还是母。啊，家们，不管老六是公还是母，到时候咱留个老六，啥意思？就是说，我刚才不有人说吗？家们，刚才有人说三阳爹，你家有没有小狗了？我说咱的狗基本就不生了，家们，为啥要谨慎一点呢？因为最后一波了，就不让腐牛生了，家们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说什么谨慎，家们，就是想咱们家想留小狗的时候，咱让腐牛生，家们，不然就不生了，啊。既然不想留狗，就别生了，家人们。我这么说明白了，家人们啊，等咱们什么时候想留狗的时候，咱们再生啊，家人们，不是说让老四随便就配上就生，就是不是，家人们啊？等到咱有条件的时候，家人们啊，咱让他们几个再生啊，留一个跟三位一样的不可能，家人们留不着，家人们，咱家就是。跟 seven 一样，只有 seven 能生出来，其他狗生不出来，没有长得像 seven 的，啊，家们，知道吧？跟 seven 长得一样的孩子，也只有 seven 自己能生出来，别人生不出来。啊 ，seven， 嗯，那来找我来了，来找我来了，嗯，好。三文想不想生宝宝？三文想不想生宝宝？三文想不想要宝宝了啊？家们，你说三文再生宝宝的话，还能有母性吗？啊，家们，母爱的还能不能再强烈了？啊，像原先三文似的，像原先三文以前刚生孩子时，母性母爱特别强烈那种。啊，三文生了最好看的孩子就是我四哥，还有一个啊，家人们啊，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，就是敏敏姐家的二宝。敏敏姐家那个二宝跟 Seven 长得可以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如果有机会我带 Seven 上广州玩，我一定要带 Seven 去看看俺家 Seven 的二宝。啊，他俩，家人们啊，就他俩往这一坐啊，稳稳当当往这一坐，你指定分不出来谁是谁。对，应该是老二。我觉得老二比老四长得好看。二格格和 Seven 也一样，二格格跟 Seven 也不一样，家人们啊，我没看出来一样。
您可能看出来一样，但是我没看出来一样，在我眼里头就是标准不一样，家你知道吧？二宝，敏敏姐家那个二宝宝家嘛，从眼睛瞅相，你说的那个二格格家嘛，他可能是从体型家嘛啊，就打眼一瞅瞅着像，但是呢，二宝家嘛，他是细节，看细节，当时留着二宝就好了，可不呗？二宝是什么时候的家嘛？二宝是 seven 的第二窝里边老二，第二窝。二宝确实挺像，嗯，二宝是公的，对，家们，二宝是公的，嗯，当时谁不知道啊，家们？当时我没知道，我不知道有二宝能长大像 seven。如果家们，当时我知道二宝长得像 seven 的话，你给我2万块钱、3万块钱、5万块钱，我都不带卖的，家们，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小的时候都不像，小的时候瞅的都不像 seven， 那谁知道啊？谁说长大之后越丑越像？我也不知道，家们，对不对？当时 seven 二宝，我去新家的时候，谁没看出来长得像啊？这就基因，知道家们？小时候长得不像，你看俺家姑娘，家们，俺家姑娘小的时候长得像她妈，我长大之后长得，家们，跟我就略有点像，跟我略有点像，再长大一点，家们啊，没准俺家孩子长得就有点像他舅，知道吧？那孩子，我发现这小孩一般长相旧的多一点啊，是不是？哥，你这狗粮哪里生产的？咱家这个狗粮是来自山东汉欧的家吗？啊，山东省汉欧宠物用品的家吗？啊，对，狗粮今天下单是169米家吗？啊，活动没有多长时间了，家们，没囤狗粮的，想买狗粮的好朋友们，咱家狗粮大伙去拍的啊！你家宝宝像你，我家宝宝我瞅着现在不像我。好了，咱不多说了啊，家们，迷糊来，迷糊想要抢东西，猫砂有几款？哎，啊，猫砂啊，我给你看看，家们，咱家这个猫砂在第14号链接。19.9块，拍一发两瓶，拍一发两袋。呀，迷糊，你这脚好利索啦，迷糊，你这脚好利索啦，你爬这么老高啊。来，下来，迷糊，下来，迷糊，行不行？下来，迷糊，来，你这脚是不是好利索了你？哪像个病号啊，迷糊，也不像个病号啊。嗯，我这百十只金毛。咱家这个狗粮只有20斤的，家没有再大的了啊，没有再大，就20斤的啊。你想买的话你可以拍的，狗粮挺不错的，狗粮挺好的，家知道吧？啊，上桌子偷吃的，下来了，迷糊，来，下来，小弟，去。来，过来，来玩游戏，来玩游戏。他那个香肠有活动，你家香肠有活动吗？他那个香肠有活动什么意思？他那个你说哪个香肠有活动？咱家火腿肠有活动家吗？啊，咱家火腿肠就是在三元街直播期间，火腿肠是15.8块一包，然后呢买三包给你们赠送。哎，我靠，你哥又拿走了。我不刚给你抢回来吗，迷糊啊。你病是不好，迷糊啊！你护啥呢？咬不着吧，切不？你们切不？是不是咬不着？操你哥的！你咬不着吧？你吃不着。看，病好了，吃东西了。河北的狗粮，咱家没有河北的狗粮，啊。好了。哎呦我操！
好，你下来，下来，咋看不到腐妞了？腐妞，呀，忘给腐妞放出来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忘给腐妞放出来了。山东哪个城市生产的狗粮？不，山东汉欧吗？临沂，家人们，临沂啊，让腐妞出来，等会儿，让腐妞出来啊，家人们，咱现在要玩游戏，玩游戏俩俩一伙儿。啊，咱这我看啊，分一下，老四和老大，三个和小石榴，小迷糊和腐妞一伙，就这么定了。小迷糊和腐妞就是不重视妞宝，让腐妞先出来。来，刚才我为什么给他关起来了，家人们？刚才为啥呀？咱刚才不是我那个不重视妞宝啊，家人们，来过来，来进去。临沂大力丸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老铁，你这什么是大力丸啊？来，三香剑，好。嗯。大力丸狗粮，我不知道，家人们没听说过大力丸狗粮啊。大力丸，我天天研究狗粮。啊，你天天研究狗粮的话，你家肯定有狗粮厂啊，是不是？嗯、啊，来，这老铁这是故意的吧？什么歌？这是套我话呢，这是不是套我话呢？让我说这些词儿是不违规啊？这是不违规的词儿，家人们，这些词儿。快来！什么玩意儿？来。来，老四，来，腐妞来坐这儿，腐妞坐这儿，你看你教的又玩，你要你坐这儿，腐妞坐这儿，那你不坐这儿，行了，你看你，你说腐妞你坐这儿了啊，好了，啊，腐妞啊，你跟那惨，你跟那小迷糊呢，受伤了。你俩玩游戏啊！我看你们都玩过小迷糊，准备去坐下，坐下啊！你呢？你跟小迷糊，你俩啊！我看你们都玩过小迷糊啊！小迷糊是带伤上阵。俺家迷糊带伤上阵，看小迷糊能不能玩过小迷糊啊！小迷糊吃力很快。No。好，不许动啊，不许动！咱们看看他们二位啊，家们，谁先吃完啊，家们，看他俩谁先吃完。No！我刚摆好，没咋开始呢，我看谁吃的，小牛吃一个。对了啊，你们别着急，往后点儿，预备，看谁吃得快，三，谁？好。
论吃东西还得是粉丁吧。小明有点慢了，小明有一个他有一个耽误时间了啊。腐牛都磕牙了，刚才他刚才都磕牙了，那速度啊，迷糊不得劲儿。咱把这个，咱们要再让他比一次，我把这个圈给他宰了他，行不行？啊，我把这个圈给他宰掉的，行不行，家们？啊，咱家这款狗粮100%的好评，家们啊，这个肉松粮，牛肉肉松粮，含肉量高啊，这个、狗粮，家们啊，有需要咱可以拍的，家们啊，来。小明，我把圈给小明排好。大家看，来吧。来，小明快来。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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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好了。明儿来，给他坐，给他坐好了。坐，坐。好，你就坐这儿啊。再来一把啊！我把小明的圈给他摘掉啊。跪着。来 ，no， 小明才这圈也不行，你不可能有牛跑得快。好啊，家们啊，看看小明他谁跑得快。这回就公平一点啊，公平一点啊。好，你要把住手，谁也不许站起来啊，谁也不许站起来。听好我的口令啊，明儿，预备，一、三。我操，我去，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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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？家人们看着谁快了吗？你们看着谁快了吗？啊？啊啊！等我啊，吸尘器。等我看怎么事啊？有人给我打电话，问怎么事啊？有个河南人给我打电话。等我啊，打平了是吧？哎，兄弟！哎，再来！我这边加上你，那还得微信。加上我？哪儿啊？什么？再来！你说啥？养狗的方法，我直播呢啊，一会儿再说吧，晚上一明天晚上再说啊，我直播呢，现在什么啊？好了好了好了。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！给谁打电话呢，老爷？我不知道你干啥意思啊？咱们点点亮，家们啊，咱点点亮啊！咋这么厉害？一样快，他俩一样完成的啊？小迷画，打成个平手是不是 ？OK 了，打成个平手，来，小迷画来，咱看下一组，他俩基本速度差不多，都是吸尘器啊！不能进来，不能进来。塞文着急了，塞文玩一把，啊，家们，
迷糊快一点。小迷糊都已经好几天没这么放松了，家人们，好像迷糊，好几天没这么放松了啊！这能跑得不快吗？你们进来，来，啊，来，下一位选手，老四，哎，不是老四啊，下一位选手，石榴来，石榴出来，啊，石榴和 seven 啊，让石榴和 seven 吧。小迷糊好啊！应该看不见了，朱家人。嗯，再往前面都看不见了。嗯，啊。其实小石头嘴太小，啊家们，小石头嘴太小了，啊，正常的话小石头肯定能赢的，石头跟三维速度差不多，啊，哎呀，真服了，一个腐妞，一个小迷糊，啊，给他俩关起来，他不愿意，啊，给他俩关起来，他俩不愿意，又是一样快。小迷糊真的，我过两天我还得买那个啥，我还得买那个伊利，我还得买那个什么，就是鸭嘴套那个东西，我还得给他啊，把嘴给他缠上的，这家太能叫唤了，我给你俩一人安排一个，一个腐妞一个你，我给你俩一人安排一个啊，这么能叫唤呢，我发现大半夜的啊。我就不能喊一二三，一二，一玩游戏的时候，每次玩游戏我一喊一二三的时候，迷糊就开始叫唤。我把那个鸭嘴套，我下回我下场直播就给他安排上，明天我就去买。啊，原先用那个东西，我寻思太对小迷糊不太公平，啊，这家伙我一顿叫唤。不能套，嘴是扇热，不能套，他总叫唤呢，没招啊，家人们怎么办？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啊，这么能叫唤，必须得给他套上的，是不是？服了。来，咱们有请 seven 和小石榴在。玩一把，我看到底怎么个事儿。大家坐好了，坐，石榴来。啊，
明天现在我不把这嘴套给你安上去，我都不是你老婆。一会儿。你这脸不是真厚啊，你是真能打啊，你是真能打的，你看你等啊，家人们，体型大小没关系啊，家人们啊。Seven 俺家 Seven 属于细嚼慢咽那一伙的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小石榴比较猴急猴急的。啊，哎，老爷找热度呢？什么玩意儿找热度呢？粉红色回忆，好吗？嗯，是吧，每次 Simon 叫那么大声，他说态度都是好的，有那迷糊不行。那本身那不假吗， Simon 怎么叫都行啊，我这都不跟你说， Simon 肯定是比迷糊的那个，对不对？那 Simon 这么大岁数了，就叫两声，那我没招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说说小迷糊不行啊，那小迷糊在家里排辈分最小，我说说他不行，家人们，一个腐妞一个小迷糊，那 Simon 这么大岁数，你说 Simon 能行吗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那三万也要脸吧，这么大岁数啊，三万年龄排行最大，在家里是长辈儿，对不对？那叫唤两声，对不对？我至于说三万吗？那小迷糊年龄小，我说两句还不行吗？孩子不能教育吗？对不对吗？那三万已经成型了，小迷糊还有可塑性，小迷糊还能教育，对不对？那指定是我得说迷糊啊。那小明是小孩，那 Simon 是大人，是不是？ Simon 小明是小狗， Simon 是大狗，那 Simon 从小就这样式的呀。小明是孙子辈的，你不给 Simon 留面子，对不对吗？你得你那也不行啊，你怎么得给 Simon 留点面子呀？明白，孙子辈的要听话，一点不争气，迷糊你。来，进来，三进来，三进，三进，三进来，三进来，三进去，三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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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进进，三进，进听话，三进，进三进，三进进，三来，三进来，进进进听话，三进，进进。Simon 永远值得疼爱，是不是家人们？ Simon 是长辈，你不能左说 Simon， 对不对啊？有请我们的下两位选手啊！咱家狗粮今天下单169米一袋，家人们啊，没拍狗粮的家人们，咱抓紧拍单狗粮，20米一大袋，咱们家这款牛肉粮有需要的话，咱们抓紧拍的啊，含肉量高。家人们啊，而且肉松含量也高，牛肉含量达到 35%， 鸡肉 20%。 家人们啊，鸡肉 20%， 牛肉 35%， 大家伙没拍粮的，家人们咱们抓紧拍单啊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感谢大家啊。四哥终于上场了，来看我四哥啊，何老大，老四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俩还一把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啊！老四，老四，声音好，听见了啊！就一把，咱们一局并乾坤，一局并胜负啊！来，老四，一局并胜负啊！要不然，
我给大家请多一点，百了可算了，那什么啊？百了可算了，玩儿。我估计就行了，这个摆的比较远了，哦，我再往后退一退，哦 ，OK， 啊，都做的非常的标准，他把动作非常标准啊。老师给吐了，请听话啊，老师，好了啊，听总结了啊，老师，我操，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玩意儿跑这么快啊？啊，家人们，这什么玩意儿跑这么快啊？这是推土机吗？家人们啊，跑得老快，老四啊，啊，来给老四一个奖励啊！老四跑太快了啊，家人们啊，啊，给老大干蒙圈了，什么玩意儿跑这么快啊？来，老大来。来，四个做好了，啊，一个奖励啊，好，这个老四一个奖，老大一个奖励啊，好，你俩这是他俩这才叫比赛呢，家人们，啊，那小迷糊、小迷糊和腐妞，啊，那都是闹着玩儿，一点不知道让着姐姐，啊，吃的比谁都快，啊，跑的比谁都快。是不是？吃的比谁都快，没有了，啊，都有份了。嗯，牛肉没有了，牛肉没有了，不比了，明天再比吧，家人们，吃饭吧，嗯。嗯，没有了。今天吃饭吧，好不好？老四，四哥，老大呀，老四是曹操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出来吧，让他们几个出来吧。归根结底啊，家宝啊，今天肯定是老四赢，肯定是老四哥赢。你说爷爷会赢啊？咋的了，老师啊？脾气这么不好呢？那吃饭了啊，吃饭了。我也拿点狗粮。好了，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，不许出来。对，哎，腐妞，回去，不能出来。啊，谁都不能踏出来第二，谁都不能踏出来一步啊！啊，我三我没说出来，咱不能出来，三娃啊，对，都在家里在这等着，我没说出来，谁也不能出来啊！你看都听话，家人们非常听话啊！嗯，嘿，看你这，
今天给他们多加点餐。啊，我再给他们来点，来个被动啊，被动，我再给你们拿罐头去，行不行？啊？随缘分过去，你不再问。我再给他们拿个小罐头吃。啊，536.7万了。536.7万粉丝掉粉儿，哎，我最高是多少万粉丝，家人们？啊，掉老多粉丝了吧？我这一年的话，应该掉了20多万。嗯，其实吧，掉粉儿吧，家人们啊，对，你看，家人们，就是，嗯。就是你们可能是没有这么多粉丝，家们啊，你们感觉掉了这么多，好像挺那个啥的，挺可惜的，是不，家们？但实际上，家们啊，掉了这些粉丝吧，说实话，都不怎么喜，就是掉了这些粉丝，他们肯定都不喜欢咱们家狗，知道吧？他们当初关注咱们的话，肯定也是为了看热闹，啊，家们，我这么说就懂了吧？当时肯定也是为了看热闹，看完这个热闹就拉倒了，家人们，过了这个热度就拉倒，不关注咱们了。就是家人们，即使我咱们平时天天玩，天天玩，天天带着狗子做游戏，他们肯定也会取关咱们，明白家人们？他就是看热闹，不想看了，啊，不像大家伙，咱在座直播间400多人，说家人们，从一开始喜欢看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喜欢看，不管三爷爹干什么都是喜欢看，是不是？550不对，我记得好像从580多万掉下来的，580多万粉丝掉下来的，我记得好像是马上600万了。我记得我还跟我亲家说过呢，我就希望家们啊，那是哪年来着？2023年的时候，2022年的时候我就说过，我希望我家们啊，对不对？今年能突破600万粉丝，但是一直没突破过，一直在层层往下掉。是不是留下的粉丝，留下咱们这么多粉丝，家们啊，可以说都是非常精准的，啊，家们都是非常精准的，嗯，卖货卖的跟卖货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快手上没有一个主播不卖货，家们都卖货，跟卖货没关系。你取关我了，你取关我了，你还会去关注别人，说家们，别人也卖货，对家们。啊，你关注别人，那个人卖货，你就取关的话，其实他就关注别人了。另一个人他还卖货，都卖货，跟卖货一点关系没有，啊，在小公寓的时候最火，来吧，别说那往事了，家人们啊，不提当年了啊，不提当年了，啊，都是泪水。来，粉丝来，粉丝来，坐好，粉丝来，坐好啊！我大哥来啊！哎，三幺五，你坐这边去。我今天多给他们拆，我多给拆一袋，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然后多给拆一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个盆儿又找回来了。啊，千里带猪盆，这两天这盆儿又找回来了。我感觉这一顿饭，这一袋火能也不太够。嗯，不知道啊。嗯，这一袋火不够了。
老香了啊，这小外甥。知道。今晚就指定够吃，谁也不用打仗啊，谁也不许干仗啊，谦让，一定要谦让，一定要谦让啊，预备这跟小石头卡没地方呢。啊。猴什么头跟着手动还给老爷蛋子留了一盆。这小石头好像挤没地方呢，我感觉。其实我感觉啊，家毛，咱下回再吃饭的时候，应该把腐妞和老大，应该把腐妞和 Seven 他俩分开他，对不，家毛啊？把他俩分开，石头没盆了，有盆儿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这不正好吗？正好六个盆儿。我感觉今天你能吃的啥也不剩，看到吗？嗯。妈跑了吧，啊，给腐妞妈这边来了。三文一嗓就给腐妞整下去。三文你在三文说的什么，假如你在三文刚才跟腐妞说什么了，腐妞就不在那个盆吃了。他说啥了，其实我挺好奇的，腐妞说什么东西了，三文说什么东西让腐妞上这边的盆来吃。那可不给石榴挤的没地方了。迷糊吃一吃滚，他说的滚。啊，腐妞怎么又吃那个盆去了呢？一走谁也不敢。好啦，三万啊，你看老四也起这头来了，这怎么都不在自己盆里吃了呢？看着吗？都不在这盆里吃了。Seven 开始管闲事了，啊，一只只被你养的白胖白胖的，嗯，多运动就好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啊，多运动运动，嗯，别亏待了四哥，不能亏待四哥，
我四哥哪天都是先吃完饭的，够他吃的。老四指定是吃饱了，他才上别的地方爬着去。大家们啊，你就别管了 ，seven 爱咋地咋地吧，我也没管他啊，我就寻思老四好像挨欺负似的呢。那不知道老四挨欺负吗？你看我四哥那样，你看吧，啊，不知道的话，以为谁把四哥给欺负了呢？怎么四哥咋不吃饭呢？啊？吃的差不多了，老四你咋不吃饭呢？老四挨欺负喽？啊？你怎么跟个受气包似的呢？老四，你不吃了？老四，你不吃了？老四啊？谁敢欺负他？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敢欺负他。家们就是 seven， 老大都不敢欺负老四，啊！但是 seven 敢，老四孝顺，受气包子，又骂妇女，又骂妇女，啊！哟，哎呀 ，seven 呢？咱家这帮狗都让你得罪遍了，都让你得罪遍了 ，seven。哎呀，你跟谁关系也搞不好 ，seven 你是，啊，抓紧吃得了。腐妞差不多行了，腐妞回去吧，腐妞快回去，快回去。不说是真能吃啊，不说腐妞，腐妞是一直吃啊，家人们啊。带狗去土哥家玩，土哥搬新家了吧，是吧？他今天好像搬家了，我今天看他发视频。我今天好像看他发视频搬家了，今天28号，7月28号，是28号吧？今天搬的家。入住啦，入住啦，土哥该请吃饭啦。找人看的日子，今天搬的，啊，土哥应该张罗吃饭啦，啊，哪天让咱家，你们说让谁去家吗？你们说谁带谁上土哥家院里去玩去家吗？带谁？先带谁去？啊？带四哥去，不能带四哥去。带四哥去的话，就都得干起来。带三人去，先带三人去。咱先带三人去行不行？都去可不行，都去的话烂套了，都去整不了。我只能带一直去，整不了。太多的话容易打架。我也可以带两只去，带一个三人，再带一个小石榴行。啊，家们，是不是带一个 seven 再带一个小石榴？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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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迷糊你要干啥呀？迷糊完了，这个门没给他开开，刚才没给小迷糊开门，那小迷糊在外面拉了。这小迷糊真是直肠子呀，迷糊你真是直肠子呀，啊，你是说拉就拉呀，啊，迷糊大的你真是直肠子呀你呀，啊，这才吃了多长时间呢？那腐妞还没开始往外排呢，那腐妞都没寻思往外排呢，小迷糊开始寻思往外排了，撑的，不可能是撑的，他就是直肠子。
他在家习惯了，家人们，在家习惯了，他就吃完之后他必须得上厕所。啊，也有可能是怎么的，家人们，今天没带小牛出去玩的事儿，不是故意的迷糊，那么爱干净，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，家人们啊，但他的确是憋不住了，我那么吓唬他，都没憋回去，啊，刚才我咣咣咣一顿跺脚过去的，家人们，小牛都没憋回去他，啊，他没出去玩，昨天一天没放小迷糊，今天一天没放小迷糊。啊，为啥不放小迷糊家吗？因为小迷糊脚坏了。这两天外面天天下雨，外面湿，地太湿了。家们啊，地太湿了，没法去玩，没法带他去玩。啊，你一湿的话，他伤口就该开了。妥哥教你带小迷糊去挑战项目，他那些项目得玩一会儿。啊，得就是得训练训练，训练一圈，家们啊，就是。嗯，才能会玩吧，得训练一圈才能会玩，要不肯定是玩不了。他那个小迷糊也不会，小迷糊也不是什么神狗，啊，等迷糊脚受伤了，脚伤好再带出去玩吧。小迷糊脚伤好的话，得再得有两天嘛。他那脚底下是扎了个口子，家们，大概的话这么长个小口，知道吗？没给他缝针，缝针也白扯，太小了，口太小了，而且他脚底下是脚垫坏了，脚垫上是死皮。知道吧，家们？嗯，他脚垫是死皮，这又怀孕了吗？谁呀？没怀孕，谁也没怀孕，家们，他们谁也没怀孕。啊，我都不让他们几个生了。我要是家们啊，就是我要不管的话，如果要是腐妞不管的话，老四，我估计。老四肯定和腐妞也能生，但是腐妞现在太胖了。那天妥哥看着说，像是腐妞这样似的，他根本就生不了，太胖了，他根本就怀不上。除非采用什么方式，采用人工，人工的话能怀上。我还寻思让腐妞啊，跟麒麟他俩配一窝呢。啊，石头头发整不了了，家们，整不了了。我寻思不行，咱就给小石头剃秃子吧，趁天热乎的时候。啊，我上次没给他剃头发，家们，对不对？上次小明头发本身就长了。但是呢，家们，咱们选择了是什么？咱们选择是把小石头头发留着，把身上给剃光了，对不对，家们？但是事实上证明，家们，咱们选择是错误的。就这个头发不管怎么留，它都不可能留长了。啊，家们，因为他这个头发已经成为那个，家们啊，他这块地不行了，啊，他这块地不行了，长不出好头发，让老师给舔的，啊，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以后让老师远离小石榴。石榴的发型也是没谁了。总共就两根毛，家人们，你仔细看啊，家人们啊，中间 M 秃啊，家人们看着吗？哎，家人们啊，秃到这儿，看着吗？哎，中间还有点聪明啊，家人们有点聪明绝顶了，看不着？两边长头发，看家人们，这家人们，你说小石头这个发型，家人们，这属于秃顶吗？我看看，这属于秃顶吗？这个，哎，我还头一次见着这种发型，啊。不毛之地，中间是属于，真是属于不毛之地呀、啊，真是不长啊，这头发还是这么长。我之前给他剃成啥样，现在还是啥样，家人们啊，那是不 M 型的吗 ？M， 哎 ，M 型的，倒 M 型的，家人们啊，秃成啥样的头发？啊，这要是人呢，都不好意思见人，都戴个假发，啊，头上长了两个犄角，啊。给他烫个头发，这块烫两个角出来，你就能烫出来吗？给他用那个锡纸给他卷上，嗯，给他卷上呢，
我爱 seven 老四。哎，现在咱的这个姐，你这个名字怎么不是红色的呢？你那名字为什么不是红色，为什么是紫色的呢？姐，我爱 seven 老四榜一，欢迎我姐啊，欢迎我姐啊，感谢我姐啊，哎呀，给我姐点点关注，我爱 seven 老四啊，喜欢家老四，喜欢 seven， 感谢姐啊，743天。刚才谁送的礼物啊，家人们？刚才谁送礼物？743天，谁来了？陪伴咱们已经743天了，因为我是钻粉钻石团。谁送的东西？刚才700多天了，感谢我姐，感谢我姐啊！给我姐点关注，家人们，一号麦啊，被老师摧残的。700多天，我看咱直播间有没有，就是家们有没有陪伴1000多天的，咱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关注咱们，就是加入咱粉丝团超过1000天的，有没有？肯定有，家们，你们有就是加入咱粉丝团的，你可以送个灯牌，你好像送灯牌的话，不是，什么灯牌呢？哎呀妈呀妈呀，什么玩意儿，我说啥呢？ I'm sorry 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官方，对不起，说错了。送那叫什么东西啊？粉丝团吧？那叫什么东西？啊？那送什么东西？那叫837天。哎，那叫送什么东西啊？那叫送的什么？人气票啊？是人气票还是什么玩意儿？一年多了，感谢春雨姐啊！你们看包子。包子在上面呢，跑到上顶，跑到顶上去了。那包子上面窝续窝了，续窝了，啊，就是那个。小主也是咱家13级粉丝团，我快1000天了。咱家这些粉丝我必须都得给他点个关注，咱家这些粉丝13级粉丝团啊，都关注三月900多天了，930天啊，关注不过来呀。三文，那别怼迷糊了，三文啊，小迷糊最近受伤了，三文啊，你别怼大孙儿了啊，三文你打不过他啊，三文欠欠的，完了，拿走了，被小妞拿走了，看好了吧。完了，小板只能被小妞拿回家，只能被小妞，哎，你说小妞能拿回家吗？1000多天，感谢东哥啊，东哥其实是我东姐，我以前总叫错，其实是东姐。彩云升过海，你不在门。走啊，三个小明，走！操你哥，小明差点拽着你。我一说走，小明至于这么兴奋吗？啊，小明花，老爷一说走，你至于这么兴奋吗？你一下就蹦起来了。你说小明，但你多想出去，家人们，你说小明，但多想出去，但是不能带小明出去，外面下雨，他的脚白整了，就湿了，啊。看见我多少天了，姐，我看不着你多少天，你只能自己看，姐，我看不着你多少天。我看他们都是自己看的，家人们，你们是怎么看的？啊？你这什么时候开播？咱们家一般都是在晚上十点左右，家人们啊，晚上十点左右开播。怎么看的那个多少天？不会看。我也不会看多少天，他们应该怎么看的，家宝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他们怎么看的啊？就是他们一般都会通过，就比如说家们通过老四的段子，或者 seven 的段子，或者小迷糊的段子，他那个就是比如说家们，我那个段子是几月几号发的，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减去今天的日期。不就出来多少天了吗？啊？啊，点级别就看出来了。
我看一下他的级别。粉丝团成员我这看不着，家人们，我这看不着啊！这小明媳妇这么牛吗？家人们，小明媳妇在看了几个月的直播就已经17级粉丝团了啊！家人们，这真是超能力呀！啊，真是超能力呀！家人们啊，小明媳妇仅仅是看了家人们几个月的直播，现在就已经成了17级粉丝团了啊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家人们，米欧媳妇一直刷龙啊，这是超能力吗？啊，春雨姐，我春雨姐，春雨我这看不了，我这看不了，我点开不了你。春雨送礼物多就快，超能力呀 啊礼物刷的多，那看不着小明有媳妇了啊，小明有媳妇不来刷龙了。哎呀，看来小明有媳妇兜里头没有龙了，家人们，没龙了，龙都刷没了啊，要是有龙的话肯定给小明刷龙。嗯，你小石头多厉害，给老师下一边去了。哎呀，走吧，咱出去玩去了，家人们啊，12点了，家人们，早休息早睡觉吧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早休息早睡觉啊，换小白姐来守护迷糊，别坑小白姐了，家人们啊，三姐不想坑人礼物，守护需要花钱的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钻粉团呐，开这个粉丝团那个粉丝团的，家人们，这都需要花钱的，姐。啊，你看我姐，你开钻粉团的话，应该一个月不少花钱，是不是？钻粉团多少钱？我真不知道钻粉团多少钱，真是不少花钱。你看咱这个钻粉团，10个超粉团，花钱值得。感谢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我姐啊。行了，家人们，咱今晚直播就到这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啊，家人们。谢谢家人们。拍段子，研究员拍段子。等我把那边房子整理利索之后，我以后吧，我白天我就研究拍段子。啊，明天见，家人们，明天见，大家伙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。啊，拜拜。拜拜，家人们。啊，看看咱这7家还能不能再重回巅峰了，还能不能重回当年每次直播都有个4-5千人的状态。啊，拜拜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